唐朝的张易之想要吃马肠的时候，就命令人呢从马鞋下剖腹取出肠子。过了许久，马才死掉。他的弟弟张昌宗将活的驴子关在栅栏中，栅栏中呢的小房间里面，然后呢烧起炭火，放置五味的调味汁，驴子呢就绕着火炉走，口渴了就喝五味汁，喝完再加火，到最后表里的肉都一起熟了，毛也脱落，血还是赤红色的，就这样的死掉，就如此的死了，非常残忍不堪怜。后来两兄弟都被诛杀，百姓分割他们的肉，一下子就没有了。这个章也是讲因缘果报。那么这两兄弟都是爱吃肉，张易之爱吃马肠，张昌宗他吃这个驴肉，所以古人说呢，千百年来碗里羹，怨声四海恨难平，易之世上刀兵劫，但听屠门夜半声。千百年来呢，我们所吃的这一碗羹肉汤，看上去只是一碗汤，可是其中的恩仇犹如大海那么深。要知道世间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打不完的战争、灾劫、瘟疫，都是因为众生吃肉而来的。所以想要世间没有刀兵劫，除非众生不吃肉。简单的说，想要世间不要有战争，除非众生不吃肉，这是很难的。你像日本人，他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你看311日本海啸，死了那么多人，日本人最爱吃这个活鱼啊。台湾人叫沙西米啊，所以我到日本去演讲，我们跟蔡礼旭老师啊，到日本去参加中华传统文化讲座，在日本跟韩国一样，那吃素非常困难，你找不到素食馆啊。韩国跟日本，那这两个都是佛教国家，那吃素都非常的困难。台湾呢是最有福报的地方啊，可以讲全世界呢素食做得最好了。我看来看去呢，台湾是可以讲说傲视全球，这个是当之无愧而且越来越进步，但新加坡也不错新加坡也不错。那么现在的素食呢倾向于怎么样呢？叫所谓的健康素强调有机，强调健康，强调无毒，强调没有农药，强调没有加工品所以这个我们一般讲的基因再造，像这种都有后遗症基因再造的这次我到新加坡去演讲新加坡的莲友还有我女儿，因为在新加坡工作她知道爸爸吃素，特别安排一家中东那边的这个巴基斯坦那边的人经营的一家地中海餐厅，他所做出来的素完全不像东方素，完全都是有机的。他们为什么这样做？他们是开在大学旁边，
那么听说呢，生意非常的好，度这些大学生呢吃素。现在大学生呢都是吃这个素食的食品，麦当劳、肯德基、炸鸡，啊，如果能够来度这些年轻人吃素，对他们的身体、对环境、对他们的健康、对他们的慈悲心都有帮助，啊，但是众生要断肉很困难。我讲个笑话给各位听。有一次我岳父生病，在基隆属立医院，啊，那因为每一个病床之间呢，都有一个布幔隔起来，啊，那我岳父的病床呢，是靠近窗户，那我在那边呢念佛，啊，来为我岳父回向，啊，那我岳父旁边那一位病人呢，是一个流氓黑道人物，啊，我进去他们就跟我讲说。啊，因为一个房间两个病床嘛，他说隔壁那个呢是黑道人物，而且这个还没有生病以前呢，啊，在基隆呢赫赫有名。那么他因为有一点钱嘛，就请了一个人照顾他、看护、照顾他。啊，那我在那边念佛，我岳母也在，我岳父也在。癌症那个黑道人物就跟。隔壁那个照顾他那个看护说：“阿香啊，你到菜市场再给我买一碗卤肉饭好不好？”他还没有讲卤肉饭以前呢、啊，他是怎么样知道吗？他大便大不出来，为什么？他便秘大不出来，然后他就叫那个看护用手套戴手套把他挖大便。但是你从这个动作里面，你可以体会得到刚才我们练那个记忆，千百年来万里耕，你要叫众生放下肉很难呐、啊，不容易呀、啊。所以能吃素的人都是有素素的善根，那都不是普通人的，过去都有修行的啦。那就粪便就排出去了嘛，就对对他来讲这是大事啊，大事已经解决了。我们来讲大事是生死大事，对他来是让我舒服一点就是大事啊。你猜他粪便排出去以后，那肚子就开始饿了。诶，他清理干净以后，他就跟那个看路阿香说：“你赶快再去给我买那个卤肉饭一碗回来，然后再切多少斤肉？你看嘛。”刚刚才在受苦受难哦，才刚刚有点舒服一点，马上又轮回了，又吃肉了。啊，很多人生病都有那个经验呢、啊，到医院里面去，哎呀，我以后不吃肉了，哎呀，我以后要怎么样了？哎，病好又活出来以后呢，看到五光十色又迷了，所以呢。要断这个肉食啊，要有慈悲心，要有慈悲心，所以要亲近三宝，要皈依三宝，要听经闻法，你才知道怎么把自己的自信本具的慈悲心开发出来。佛说习性啊，现在环境太糟糕，也就是说恶缘太多，环境的诱惑。现在电视打开了，网络打开都是什么美食，给你推荐美食的。啊，我有一个基隆的莲友，啊，他妈妈呢，在六十几岁的时候，他的爸爸死掉，他妈妈经济无常，看到先生死掉，恐怖无常啊，花言要吃素，吃了十几年。好事也真的消了一点业。到七十几岁的时候，吃了十几年，子女啊没有智慧，有福有孝顺都没有智慧，全家兄弟姊妹带他妈妈到法国巴黎去参观旅行，到法国巴黎的这个市场夜市啊，很热闹啊，美食街啊，什么都有。结果就看到一家呢海鲜店，啊，
活蹦乱跳的大龙虾。他妈妈经过那个海鲜店的那个养这些龙虾的这个透明的玻璃柜旁边呢、啊，眼睛盯到那个龙虾的时候呢，业障现前。为什么？毛病习气跑出来了，没有断根，慈悲心没有真正发出来，慈悲心发出来，菩提心发出来，一向专念，那个习气一定断掉的。他只是念佛吃素，把那个习气压住而已。结果呢，眼睛都盯着那个龙虾，起心动念，起了贪念。那女儿就跑过来问他妈妈了，他说：“妈妈，你喜欢吃吗？”他明明知道他吃素，他问说：“妈妈，你喜欢吃吗？”妈妈那时候已经做不了主了，为什么？看到那龙虾太漂亮了，起心动念。结果呢，愚痴的子女啊，兄弟姊妹啊，就合力的把那个龙虾买下来，当场宰杀。那妈妈就破，也没有受戒，我不知道了。等你海贤老和尚讲了，开斋破戒了，就吃了那几口龙虾肉以后，回到台湾以后中风。中风以后呢，整个手，因为我有看到他往生的照片，他整个手脚变成这样。啊，他往生前有给他拍照。啊，后来经过住院以后，那个时候转不过来，两个手中风又转不过来，就变成这样，跟螃蟹一样，跟龙虾一样，业障现前，很可怕。啊，所以良好的习惯，老法师说要从小养成。不杀生，养他个什么？养他的慈悲心。所以小孩子啊，多带他吃素。当然，年轻人现在都喜欢吃肉啊，但是你要常常，像我跟我小孩在一起，他们请我吃饭，一定吃素的。他们也养成习惯，回到家一定吃素。冰箱不准放肉，这就是什么？老法师讲养他们的慈悲心。慈悲心呢，必须要养成他不吃众生肉。为什么？不忍心，不忍心啊！你跟小孩子讲因果，他们年纪轻轻的，他怎么会相信这些前世的啊、轮回的？他怎么会相信这些呢？所以你跟这些年轻人，当然讲因果有一点困难。然后法师说，我们不讲因果。单单讲慈悲心，等到他机缘成熟了，你再跟他讲因缘果报啊，杀生有什么果报啊？生病啊，莲池大师说，病从夜起，夜有心照，他们都怕生病。那、啊、到时候再跟他讲因果。那我是说，人要是懂得因果，就不敢吃众生肉了。然后是说，人要是有慈悲心，不忍心吃众生肉，一个是不敢，一个是不忍心。你要这样去度人啊！人要有慈悲心，不忍心害别人、伤害别人。为什么？不道德。如果懂得因果，不敢吃众生肉，不敢伤害别人。为什么会有报应的？善心善行有善果报，恶念恶行有恶报，业因果报，丝毫不爽，善恶报应一点都不假。啊，这个是提到张易之吃这个马肠，张昌宗吃这个，把这个活的驴子这样活活的烧死。烤死，等你炭烤，啊，他最后他们两兄弟也被杀，啊，我们特别地呢，啊，引用净空老法师这一段慈悲心，啊，不忍心，不敢吃众生肉，
来作为这样的一个补充。元帝说呢，所谓牛乃是上天玄武大帝的元精，也是地上太老的元气，不是在行交祀祭礼的时候是不敢杀来使用的，不是天神是不敢享用的，他的力气可用来耕田新地，耕田新地利，对世间呢是有功劳的，也无害于百姓的地方，所以杀牛的人，国家有刑力处罚；吃牛肉的人，吃牛肉的人呢，暗中会有灾祸上升。这个地方呢，我也是讲到这里才去体悟到。啊，他说呢，吃牛肉的人暗中会有灾祸，啊，会有灾祸上升，祸迁就是灾祸。他这个牢字是从牛旁，这个牢里面呢，就是啊，牢牢的给你扣字呢，就像上手铐一样。这个牢呢，下面有一只牛，啊，我们。一般呢，这个上面叫做宝盖，就好像家一样，下面有只牛。所以牢字呢，你送到监狱里面，我们说监牢，牢狱之灾，这个牢呢，里面有一只牛。好，那狱字呢，旁边有一只狗，狱字从旁呢，有犬，啊。意志从旁有钱，所以不吃牛肉呢，不吃牛钱的人呢，不吃牛肉跟狗肉的人呢，可以永离牢狱之灾。那我最近呢，因为我刚好准备这一段，所以发现这个中国字的文言非常的美，老祖宗很有智慧啊。那再讲说，你吃牛肉跟狗肉就会有牢狱之灾。刚好这个字里面呢，在牢字跟狱字，牢狱之灾，两个都跟牛肉、狗肉有关。啊，那么那天刚好有一个志工，啊，那个师姐最近比较忙，我那一天呢刚从国外弘法回来，从新加坡回来，我就问他了，我说：“那师姐你最近在忙什么？”他就跟我讲说：“哎呀，最近发生一件呢。”不太顺利的事情，啊，家里发生了一点事，啊，因为他先生呢开公司呢，啊，公司是股东制的，啊，股票有上市，那大概被有心人士呢拿去炒作，啊，就把那个释放出去的股票呢拿去炒作股价，那大概有人检举，引起呢检调单位的调查。那检调单位呢，就到他家去搜索，啊，也搜索啊，我们这位志工，啊，我们这位志工呢，他是被他先生呢，啊，来挂名当负责人，但是他平常非常花心的，在行利他的工作，行菩萨道，啊，常常去关怀呢，啊，贫苦的人，啊，疾病的人。所以平常呢，就在积功德的，在端坐修善，在读诵经典，在念佛。所以遇到灾难来的时候呢，都能够逢凶化吉，消灾免难。那么那天呢，检调单位也去搜索他，也把他带去问话，结果隔不多久呢，就把他释放了，就不用交保就可以释放。但是他先生呢，他丈夫呢，啊，就有一点麻烦，啊，因为他先生呢是实际上的一个负责人呢，他等于说整个公司运作呢都很熟悉，
那么究竟为什么股票呢被人家炒作呢？他先生也不是很明了。那天他跟我讲这个事情，我就告诉他说呢，这种呢有那个行祸随之的呢，都是我们无始劫来，我们阿赖耶里面造作了这个恶的种子今天呢，他一言起现行。我们说呢，假使百千劫，所作业不亡，因缘会弘誓，果报还自受。那因为他先生要交保，有交保啊，交保四回，我就问他了。刚好我在准备这一段的功课啊，我说：“那你先生有没有吃牛肉啊？”因为有劳逸之灾嘛，那我就顺口问一下说，你先生有没有吃牛肉了？他说有，他有吃牛肉。我说那你现在赶快叫他把牛肉戒掉，然后呢诵经忏悔，拜佛忏悔啊，然后好好来化解这样的一个劳逸之灾。那我刚才特别叮咛说，太上感应篇汇编里边有这样讲。那从现在开始呢，就把那个牛肉戒掉。这里讲的呢，就是老祖宗的智慧，一定有它的道理。